同学们，大家好。今天我开课讲八字全息场，全部课程一共有三个单元，每个单元有六节课，一共为18节课。今天我讲第一单元的第一课，八字最初是如何断事的。先解释一下八字，即人出生时的年月日时，用四个天干四个地支记录下来，所以又叫四柱八字。全息场是指全息规律，这是匈牙利的物理学家加伯尔发现的。他认为物体的任何一个点都可以体现全部。1971年加伯尔为此而获诺贝尔奖。下面我讲八字的起源。现在我要问一下，八字的创始人是谁，也就是说是谁发现了八字。从历史上看，有三个人是可以考虑的。排在第一的是唐代的李旭中，他的同事著名学者韩愈在为他写的墓志铭中做了专门的介绍。排在第二的是宋代的徐子平，宋以后八字以他的名字称之为子平之术，这是因为后人认为李旭中只用年月日三柱而没有时辰，不太完整，而徐子平则是完整的四柱八字。排在最后一个的是汉代的管路，这将时间提早了上千年。三国志管路传里面，管路提到了本命年的概念，并说天有固定的数数，可惜没有更仔细的说明，所以管路很难入选。那么到底应该是谁呢？清代学者纪晓岚在晚年所写的《阅微草堂笔记》一书中说，韩愈所说的所值日辰四个字应当与年月日相连为一句，辰就是时。后人呢误把这一句断为一句话，所以产生了有还这个不用时的说法。我当时在编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时也说李旭中算命不用时，所以这是旧的说法。现在我把它写在这个地方来实际我的过错。这个纪晓岚呢，他是说以前是我搞错了，李旭中还是用时辰的，所以现在向大家认个错。现在我们都很清楚了，八字的创始人是唐代的李旭中，距现在有1000余年。当下八字推命术仍然在流行，说明它的存在是合理的。现在我讲八字的来龙去脉。八字可以分为初创时期、定型时期、成熟时期这三个阶段。初创时期呢，在唐宋之际，当时呢正在摸索，所以呢它只有两个方法测试，这就是纳音五行和这个神杀两种方法。纳音五行呢又叫六十甲子纳音，比如2019年己亥出生的人便是平地木，2020年庚子年出生的便是鼻上土。纳音五行是古人用六十甲子与五音十二律相结合得到的，其一律含五音，
十二律那六十音隔拔相生，这是唐人断命的第一种方法。第二种方法呢，是神杀造命。汉代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之说，唐人也认为天上一颗星，地上一口钉，天上的神杀对应着凡间的八字，称之照命，即星光照耀着你。这个神杀大约有100多种，分好坏两类，根据出生的八字来查找。如甲乙生人子午中，丙丁鸡兔定亨通，是说逢甲年或乙年出生的人，八字中有子水或午火，就是命中有太极贵人，主聪明好学。八字推命术到了第二阶段，便从初创期到了定型期，这个时间是宋之末到明之中期。宋代徐子平去世后，其八字推命术由淮南术士冲虚子传给了申道弘，再传徐大生。徐大生是宋代末期人，他将其术整理成《渊海子平》一书，这是八字推命术的第一本书，也标志着八字学说开始定型。在这个时期，八字推命的方法发生变革，最重要的是引进了六亲十神的概念，并以格局的形式将八字连成一个整体思考，同时注意到八字的外部因素，如大运、流年、小运等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时期的八字我们基本上可以看懂了，而初创时期的八字就是韩愈所说的，连星官吏翁这些专业人士也是粗弱可取，骤然识字，看着看着就糊涂了。到了明代嘉靖，他的进士万明英归总了种种推命之术，写了《三命通会》一书，可视为八字定型时期的代表作。再往下面一步，就是八字推命术的成熟时期，主要在明末及清朝。这个时期看八字开始强调全局的燥湿、寒暖、旺衰、清浊等，特别重视八字的病及药，认为这才是断八字的关键之处。代表作有《神风通考》《狄天髓》等。《神风通考》为明代张澜晚年所著，前后花了40年心血写成此书，首创八字病药学说。狄天髓虽然标明为宋代金图所卷，但实际上是明代的刘基所作，即大名鼎鼎的刘伯温，写烧饼歌的那个刘伯温，书名引用唐代李贤的诗句，笔下滴滴文章髓，可见用心良苦。清末至民国，沈孝山、徐乐武两人都做了子平真诠的评注，另外陈树安做了命理约言，曾在日本留过学的袁树山做了命理探源等。这些书都是当年的代表作，但并无新的创建。概括而言，八字学说开始于唐代李旭中，成熟于明清之际，之后再无新的发展，直到今天八字全息场的出现。今天我讲的这个八字全息场不同于其他任何八字课程，它是创新的，是独一无二的，用六个字概括，即自简、自易、自准。也就是说，学习简易，上手方便，测算准确。我从2011年就开始讲八字全息场课，
都是当场用学员的例子现场测现场讲，并讲清楚完整的思路，所以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没有学会的学员。现在我们用视频教学，大家只要认真的看这个去悟，都是可以学得会的，而且也能够断得很准。所以希望大家百尺竿头更进一步，谢谢大家。